家好，我是 M 小小。今天我们以手机教学用超商爱帮购买 Google 礼物卡。首先到麦斯挺去建立超商缴费代码。点选手机储值卡。点 Google 美国。选择你想要的面额。加入购物车。完成后点选结账。不想留下资料可以使用不登录购买。输入接收产品序号的电话和电子信箱。收到简讯序号后的24小时内系统会从资料库删除电话号码。麦斯挺采用的是电子发票系统，每笔交易都会开立。你也没办法选择不开立。选择使用小七爱帮代码缴费，勾选购买同意规则，提交订单，画面出现小七的缴费代码就可以到超商支付。到了小七超商，在靠近柜台或角落找寻长得像这样的一台机器。到了爱帮的机器前面，点左上代码输入。输入刚从麦斯挺建立的缴费代码。稍等约5秒。查看购买明细是否正确， OK 点击确认。此时会印出缴费单，至柜台缴费即可。缴费后约5分钟就会收到序号简讯。以下重点说明。麦斯挺订单上的电话，采用每24小时资料库会自动删除电话号码，玩家可以放心，我们也不用担心保管各自的问题。超商缴费后，约5分钟会收到礼物卡序号简讯，最慢10分钟，如果超过，请敲线上客服或赖或来电洽询，切勿痴痴的等。礼物卡以手机简讯寄发，如果没收到，可以查看电子邮件，也会有一份序号通知信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您可以订阅、点赞并分享出去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